疫苗预约要在中午12点钟截止，符合预约资格的总共有60.5万人，但是到昨天下午5点钟为止，只有39.8万人完成预约。指挥中心就说，如果截止时间到了，预约人数还没有满的话，那么不排除会往下开放，让35岁以下的民众去做预约。